这是一个专门为影视动画从业者、美宣工作者、三维爱好者、游戏CG宣传制作人员开设的一套动画制作教程。在开始之前，你需要掌握最基础的 JBoss、3DMax、Switch、SP、希望等相关软件知识。当然，如果你具备一定的美术、骨骼绑定、数字雕刻等相关知识，相信你能进步得更快。大家好，我是诈币果，拥有14年的项目制作经验，曾负责凡人修仙等游戏项目，制作过个人原创动画《劝你幽魂之斩妖道》，并当时获得优酷最佳原创投榜以及火星时代的个人专访。2012年创建广州达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并开发原创仙侠 IP 动画三界。2016年进入超神影业公司担任美术总监一职。2019年跟超神影业合作创办 3D 培训部，担任主讲老师。本次很高兴与一壶网合作，带给大家三界女主角全流程制作教学。我会着重讲解美型人脸的制作、美型人体比例、 3DMax、 阿诺德渲染器 3S 材质调节，以及影视动画流程的 PBR 贴图系统的使用。和其他角色制作不同的是，本套教程选择的是 3DMax 作为软件平台渲染 CG 角色。相信 3DMax 的忠实用户购买本套教程后，一定能做出更多优秀的角色作品。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，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，讲师实时在线答疑，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。还可以登录一壶网，搜索课程 ID 号，获取完整学习课件、工程文件等资料。扫一扫，任何问题，小美壶都能帮助你啦。